你先这样录，让我看看你录的怎么样。护膝，然后帽子、屁垫，还有登山杖除外。水的话，这是早饭吃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。然后还有一个大面包，还有一个切片的面包，河马的肌肉非常的重要，和蓝莓，三个啪啪干，香蕉，这都是早饭啊。零食就这些，非常的克制，可能主食多了一点，没了，然后就开始装包了。魏老头是咋爬山的？吃饭啦！吃饭，快停下！不会刚才也没拍着吧？拍着了。如履平地了。Yes。